哦。来。开门。喂。开门。喂。来一转，好不好？当然是希望可以拿到冠军嘛。那第二个就是大家都加薪，好。第三个我就放在心里。好，对啊。70岁。啊？谢谢。第一个要是大家身体健康，第二个就是。万事如意。谢谢。我们这里，我们把我们全部的队费都放在这里面了。然后，因为我们队费只剩。不多了，那我们就包个小红包给这个月生日的。好 ，Kevin， 谢谢，生日快乐。65岁，65岁，70岁呢？9岁，好年轻哦！我怎么那么老啊？74岁，是几只啊？几只啊？我应该可以，我应该可以。啊，多丢。啊，继续找你。哥哥，哎，啥？啥？二条子，19岁，19岁。回新村，对，你去拍照，快，早上你要拍照。酒不好。91岁，91岁，91岁。
在干嘛？对了。对爸爸。许愿了。我希望今天准备包彩带。第一个愿望是希望今天就可以包彩带。第二个愿望就是希望我的那个我的车子的那个前下巴可以赶快改好。